骑到遐足危险的呢。他生命已经没有危险这个东西了，对啊，你看。啊，以前呢，你认识他？不认识，他问我以前我们旅长的名字，我想不起了啊。所以我说你轻轻弄的不往后一阵很多哦，搞不定的人。很难搞，千春他不是他首选的。我无阿门讲，阿冇看过人是不是，我们讲话会有一个腔，然后那个腔我学徒就改掉了。所以他像他讲就会有一个腔。哪有讲话是阿冇讲人啊？第二里头啊。讲国语不行，要台语那个。无啦，你讲台语唔只有法多。我是阿门讲音啦，第二里啊。第二里的。第二里啊。阿无恁里长叫什么名？啊，你就你做第二里啦，你啊，我讲杨木生啊，杨木生啊，不是啦，不是那种，那杨金豹啦，啊，杨金豹第一，杨金豹是第一里呢，第二里啦，杨金豹那第一里段来，现在第一里啦，第二里啊，第二里没不懂啦，我讲我讲我哪里不懂，第二里哪里不懂，阿姨嘛是安门港人呢，我最近我讲我讲你们嘛，啊，我是转接到基隆啦，四线当机长。啊！你爱抓鱼呀？抓鱼，你等。轮机长听得懂吗？哦，轮机长我知。啊！你今麦在做啥？没有。小爸养羊无代志。对。艰苦无头路哩啊。没有。啊！你今麦刷村，你刷来对啊？没有啦，嘛无所在啊。住啊！伊嘛是家。没有饭住啊？还哪里住？因为这个庙刷出来不好吼，啊，刷出来不好吼，还没有家啦。这个庙有人会有三星人士来供奉，这边住啊，担心你过好而已啊。哦，啊你无带，你无带去？无小孩子。哦，安尼你一人百，规家伙拢百呢。嘿，台湾贡献掉袂？这两个啦，哦，一个是大陆，那个没有用啦。啊，一个那个，这么看起来是没有，还是骗人的，是没有用啦。你身份证可以用错不吼？但是户口门口害死人啦。他比较喜欢加领，到最后领我的钱都要害死多少人啦？啊，伊无钱乎你哦。哪一个啊？你的身份证可以用这了啊？哪里这么好？那在害我啊！那要领我的钱呢？啊。我说这人不信这边有人都知道。我呀，用警察给你借二十块，我也不敢说，不好意思，对不对？这人就是这样，是不是这样？哎，全村你好，这218万。哇，没见呢。8万给我爹。我家里68万呢。啊，那你两200几买单，要买一更新的啊？哎呀，那有什么用？还是没有什么用啊？你用开去啊？老袂得。人家偷，人家不是给人家拿走啦？哪安尼啦？去等一下，听不懂我没有办法说啦。哈。会不会自言自语一下？我怎么知道你是阿门干的？